报告队长，发现有人拎着可疑物品上楼。什么可疑物品啊？目测是狙击步枪。队长，就这儿。你干嘛呢？没事。哎呀，哥来了，打个球不？啊，公务在这，就先不打了。你这啥玩意儿？队长，距离呢？我这不也是分析吗？你分析个丁，你分析。哎，队长，等我一下。打北国悔，队长。哎，打南不出钱的。这整啊整啊，哪这么费劲呢？这还不到打怎么样？不会干8万。行，8万。哎，千金难买上家差，你还四个人吗？二表，到你了。哎，打一不是宝，看看就拉倒。来，又一个蛋，仨蛋，你没完了。掉鸡窝里了，全的。咋了呢？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条。装，战力甲马。大力哥，真不进去打麻将了？说不打就不打。我觉得这玩意儿输赢啊，全靠运气。我的运气也不够看的。咋的呢？我寻思上个班啊，公司倒了。漂亮。我寻思学个技术啊，嫌我太老了。没毛病啊，好不容易找个女朋友还跟人跑了，挺好。就剩一破出租，咋的呢？车况还不好，够用啊。现在啊，都是网约车，活越来越少了。完美。我要是再赌啊，就真得吃草了。可以啊，哥，这咋解释啊？咋解释？大力出奇迹。球迷啊，我喜欢拖地。我不喜欢拖地，我喜欢洗碗。啥玩意儿？我说足球明星拖地。足球明星那么有钱自己拖地啊？大哥，你还是玩手机吧啊。哎，好，开车吧。哎呦，学英语呢？啊，好啊，
少年强，中年强则国强呢。不过不能光学那玩意儿啊，文化得自信呢。有时间呢，背背古诗词。有时间呢，把你车上暖风安上吧。好嘞。大河之剑真敢。我和我祖国，我看了，拍真好，是吧？演员演的好。不过我还是喜欢前两天那个《湄公河行动》，犯我中华者啊。嗯。哎，师傅停一下。好嘞。虽远必诛。中美贸易战呢，那川普根本就没有话语权，美国真正说了算呢，还得是那几个大财团。不过这都不是事儿啊。东风快递知道不？12分钟莫斯科，16分钟伦敦，20分钟就到纽约了。你从那儿打车到人民广场，那不堵车都是半小时。叔叔，东风快递真厉害。那可不咋的。李斌辞职行啊？李斌年薪多少知道吗？1亿，你给我20万，这活儿给你干的明明白白的，反正结果都一样呢。而且我心态好，主动揽责都是我错。哎呀，后悔了。老师那会儿说我，你就别学习了，回来养猪吧。你看现在猪涨价了，谁还买得起呀？重工业是烧烤，轻工业是洗澡，这城市特别好。哪位啊？拿你妹啊！龙哥让我问你啥时候还钱？不是兄弟，麻烦你转告一下龙哥，我正忙着五加二白加黑挣钱呢，你再容我几天。而且我老家那包地钱这周就能有信儿。包你妹！少跟我废话，我今天晚上就找你去啊！还不上钱，你自己看着办。不是兄弟，兄弟，喂喂，哎我。涛哥，你喝了？没有。没瞅着前面有车呀？没有。走保险吧。没有。大哥，你这应该有。这不是刚到期还没来得及续呢，要不死了吧？我这今天早上到现在没咋拉活，身上能有200多？还200多，大哥。我这宝马三系涡轮增压 2.0T。 不是美女，我这撞你后保险杠，我也没撞你涡轮啊。我觉得吧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别觉得了，我这还有事儿呢，咱赶紧处理吧。行行行行，那你说个数吧。后杠钣金加喷漆。不是，你这后保险杠不用钣金，我后保险拿球杆给你一顶就行。你顶啥呀你？3000块钱差不多够了。三千？你跟我俩吼啥呀？我又不是要讹你。我去 4S 店修，给你发票还不行吗？不是不是，美女，我没说你讹我。你看我现在这真没那么多钱，要不……哎呀，你有啥想法你就说吧，我这真有事儿。要不这么的，你呢，先去修车，等修好了，你给我几天时间凑凑钱，我再给你结账，行吗？不是咋的，你不相信我呀？那肯定的呀。要不这么的，我身份证压给你，这总行了吧？哎，还有这些钱，你先拿着。我不喜欢欠你们女人钱。你可是没少欠。不好意思。电话。这也不是啥好电话呀。电话号。135。9427-8610。什么破号？这不1到10都有，哎，就是顺序有点乱。这有电话，打过来啊。宝宝们，主播被追尾了。太倒霉了，给宝宝们看一下吧。看，宝宝们，是不是挺严重的？有没有想安慰主播的宝宝们？小礼物刷一波吧。我已经把图片给你发过去了，把丁找到这辆车。谢谢宝宝们的安慰。
龙哥，刚才打电话是不是骂人了？可能带了那么点狼的。那我的话白说了呗。咋，龙哥？我都付多少亏了？咱们是正规金融公司，清欠催收，我是部门经理，你俩是业务员，依法收账，咱不是黑社会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龙哥。以后不能叫我龙哥，叫耿经理。明白。说说刚才那个电话啥情况？哦，对啊，10000块钱赌债啊，不欠仨月。龙哥，你说是不是赛脸？耿经理，我知道。龙哥，就这人欠收拾，好好收拾，一回嘎嘎老实。依法收账，让我说多少回呀？我错了，龙哥，我错了，龙哥。耿经理，滚！喂，哎，到了到了到了，马上上来啊！拜拜。对齐。王炸，漂亮。能跑不？不能啊！不能跑，你炸啥呀？他二地主，我不炸他，我还留着他呀。我不要，快出快出！对酒，哎，有俩酒你出王炸，这叫在气势上压倒他。我看你这气势上压倒我呀！哎呀，大力哥来了，打台球呗？打麻将。啊？你不戒了吗？为啥又来了？为了一个老娘们儿。啥情况啊，哥？你不单身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哥几个。跑浪机场，大力来了！我哥仨打斗地主，等你半天了。来吧，大力来干点正事吧。哎，等会儿，走，说这还有炸呢。你炸个毛线呢？你炸！哎，我先说好啊，今天我要是输了，身上钱输没，我就走，你们谁也别借我。我要是赢了，赢够宝马保险杠钱，我也走，你们谁也别拦我。咋的？带着任务来的啊？小鸡飞弹三风弹，下弹算战力，飘可以断门断腰，带小队三下炮，没问题，开整。走，走，三条。哎。胡三条，三饼，别动，胡三饼，三万，停，胡三万，哎呦我去，四万，胡四万，四条，胡四条，四饼，走你，胡四饼，你能不能不点炮啊？你少点了，没你点的多，停，现在开始，一家炮，装。豪七，给钱！哎呦我去，没得玩了！行了，哥几个，不玩了。咋的？有完钱就跑呗？保险杠钱够了。夜宵我起，你们撸串都起。等会儿，
把他喂给了。没问题。这忙的就这儿，情报特别准确。哎，警察执法，不关人员，请走开。例行检查都没到，把手放左面上，把手拿出来，放左面上，把手放左面上。别乱放我东西，别动啊，别动。正常执法，来，门口登记信息，叫什么名？警察同志，这伙人我盯他们好久了。期间我假借打牌球的名义化妆侦查过你好几次，现在确认赌博无疑。你叫啥名儿？哥们，我打个电话，我认识你领导。绝对不行，往后站。真认识。往后靠，后营站。叫啥名啊？贾兵，老家哪儿的？曹哥的。虽说你们是公安，我是一保安，但咱们的职责那都他妈一样，都是保一方平安呀。而且我从小就有一梦想，就是当警察。哎，厕所还有人。站住，别跑，给我站那。这你赢了多少钱呀？这是还好是二楼。说你呢，赶紧下来！跑到什么玩意儿？对待客户温柔一点。看到了没？耿经理，管制道具给我收了。龙哥，暂停。走，你的。龙哥，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？闭了。龙哥，我也没说话呀。没说。走，安全带。哎，好的，龙哥。耿经理。龙哥，我知道我再看一遍啊！瞅，仔细瞅！哈喽啊！欢迎新进来的宝宝们，新来的宝宝们关注主播不迷路，点右上角的关注哦！新进来的宝宝们可不可以给主播一个小小的爱心呢？谢谢，谢谢宝宝们！谢谢龙哥的跑车，谢谢龙哥的跑车。宝宝们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今天主播被追尾了。今天宝宝们给主播多刷几个跑车吧，要不然主播就没有钱修车了。龙哥，我今天还把别人车接着看。接着看。宝宝们是喜欢看跳舞呢，还是喜欢看唱歌呢？谢谢宝宝们的小爱心，谢谢。宝宝们，主播有点事儿要下播了，晚点再上来哦。爱你们哦，拜拜。喂，我刚刚直播呢，你说呢？当然挣钱啊。哎呀，你去吧，不过去了。失恋？你又失恋？大姐，你这月第几回了？你就不能学学我吗？单身多好啊！
那行吧，一会儿搁酒吧门口见啊啊！看完了？看完了，龙哥。这是你当时签的借贷协议和相关的法律法规。我知道。老弟呀、啊，那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失信人员连坐飞机、高铁都坐不了，所以你这账啊，也赖不掉。我也没想赖啊，龙哥，我不是那样人。没了。我你妹！上坟烧报纸，你糊弄鬼呢？啊，这点钱够干啥的？吵什么？不吵什么？这是客户还款和解决问题的态度。对，对。407我都数好了。龙哥，这些钱你先收着。我老家包地钱这两天就能有信儿，到时候我连本带利一起还你。行，开收据送他回去。啊，不用龙哥，我打车就行。打他的车？走啥呀？走啊！走啊，龙哥。牛儿，走。队长，这姑娘神秘又个性，我就从来没见过她跟男的一块回来，所以我分析她的单身，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，还住咱们这儿，咱们这是什么地儿啊？商住两用，房租她可不低呢，你就不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？哎哎，你来，我还分析出一什么事儿呢？他今天肯定是出车祸了。你是不是吃饱蹭了？人家出没出车祸，单不单身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就是分析嘛。今天那警察谁让你叫的？啊？那个警车哗哗，那个电话嗡嗡。哎，你给我分析分析业主怎么想的呗？那他们赌博，你可闭嘴吧！看给你个帽戴了啊！看 FBI，FBI 你这么戴帽啊，操不起那心。赌博那违法行为。你这什么情况？倒车撞树上了？别提了，上午让人追尾了。被追尾了？还没修呢。来，男的女的，帅不帅啊？有电话没有？开什么车？男的，还行吧，有电话了。出租车，真没劲。慢走啊，哥。哎，你说这小子明天能还钱吗？不知道。哎，你说龙哥就这么把他给放走了？龙哥不是把他放走了，龙哥是要让咱把他给送回来。你说龙哥是不是拿不动刀了？我说你是不是有点飘了？
喂，能听到吗？我听不见，谁啊？喂，我今天撞车的那个出租车司机啊，我要还你钱。我在外面玩呢，有事明天说好吗？明天说。喂，哎，啥情况啊？I've been dreaming that we had a whale like they did before those 32 gusts from hell. I feel the northern running through our hair. It's been too hard and too still for too long. So Emerald Mountain's brown, and I know the wind will feel better now. Wind's pushing down the rain.人民广场，好嘞。亲爱的，那我就不送你了啊。好啊，不用管我了，拜拜。哎，别开车了，叫大家啊。走了，嗯，拜拜。尾号四个四儿，尾号四个四儿，这我车，走吧。这是哪儿啊？开哪儿去了？啊！好好好，哎，哥，那好，啊好。你好，小姐。你才小姐呢！不是，你电话号码多少啊？你有病吧？不是说你，不是尾号，尾号是不是四个四？谁啊？你抓我干啥呀？这是你男朋友啊？不是，我不认识他。你为啥要抓我呀？我也不认识你啊！你是不是抓错人了？你不认识我，但我认识你。你看我直播？嗯。那你叫啥呀？二毛。我有印象。我一晚上给你刷了90多万，你当然应该对我有印象。不，我不是那意思。我就见过你一回，我寻思你关注了别的女主播呢。你知道那些钱是怎么来的吗？陈监管，公关，我那天喝大了，断片了，乱刷的，我是不是有病？没有，我不知道该说啥。什么也别说，我给你刷礼物的时候，你已经说过谢谢了。我只想拿回我那些钱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有钱，我卡上有16万，我都打给你。我把钱打你，你放我走行吗？小姑娘，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明白，我现在是在绑架你？你知道那90万公款对我有多重要吗？如果这几天不赶紧补上，我就完蛋了，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。你先别激动，你听我说，你不看直播，你不知道。
平台还有工会都会分走钱，但我们主播手上真是不剩啥了。这跟我没关系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主播一天能挣多少吗？几万？几十万？几百万？没有没有，那都是前几年了，现在行业很不好的，而且那些钱那都是刷客刷的，我们主播根本拿不着那些钱呢。你还有时间好好想想怎么把那笔钱还给我。你别这样，咱好好说，咱好好唠，你别这样行不行？大哥，你别激动啊。你别事，大哥你走，咱好好闹，别真别走啊，你把我放了。我跟你说，哎呀，你把我这绑着，我也不能变钱出来呀、大哥呀。老王子，喂，三叔啊。那啥，你包地款下来了，你啥时候回来取啊？啊，是吗？那太好了，三叔，我这就回去啊，三叔。那行，你赶紧吧。哎哎，那啥，那个你回来的时候啊，记得把那身份证带上啊，人这边需要登记，千万别忘了啊。哎，好嘞，知道了，三叔。哎，啥玩意儿？没事，三叔啊，先这样，三叔。啊，行。身份证。什么情况？不接电话？接电话呀。我16万我都转给你，放我走不行吗？我都转给你啊。转。这个是直播的手机，上面没有钱，绑定银行卡的是那个手机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你真的确定吗？你摔我手机干什么呀？是你跟我刷就刷，我让你刷了吗？没有关系，我说了我拿的，我赶紧的，我跟你讲，我都是骗你。
随我走吗？走。哎呀，大哥，干啥呀？多少钱？啥玩意儿？多少钱呢？这火钳子我要了，多少钱？你要的我也不能卖呀，卖了我用手夹煤啊。呀，开城，呀，还挺舍手啊。哎呀，啥情况啊？我去，冤家路窄啊！咋不接电话呢？不是你对象咋不接电话呢？身份证还我呀。哎，什么意思呀？我三炮，2.0T 都不行啊！没红灯，看我漏不漏死你！同志，你好，同志，驾驶证、行驶证麻烦出示一下。给同志。喊还挺大声，有没有红绿灯你也不能开这么快。你看你车撞的，还没点记性，还开这么快。不是同志，那是拿我身份证，我得追我身份证啊！再着急的事儿也不能开这么快，万一那边穿错了一个人，您给人撞上了。犯上犯不上，咱们得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吗？是是是，慢点开吧，同志。啊，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。你说，身份证丢了上哪儿补办啊？啥？这样，你要回去，需要你的时候你再配合我们调查。啊，行，那我先去吃口饭，然后就回去严密布控，万一他们再有什么同伙，我就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好嘞，行，回去吧。啊，那有什么事你可扣我。好嘞，啊，同志，户籍大厅怎么走啊？这标牌上不是写的吗？往那边走。同志，我想补办身份证，
可以把户口本给我，然后去那边照相。那我办个临时的吧。可以，户口本。我没有户口本。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有户口本。不是，我户口本在家呢。回家拿去啊。老家，农村。我办身份证就为了回老家取包地款。那你就先回农村老家拿户口本，再回来办身份证，再回去取包地款。同志，这是不是有点太折腾了？那你等一下啊，我问一下我们值班领导。哎，同志，我回去取户口本。丢了吗？还是手机丢了？那刚才开车的谁？车也丢了？师傅，是不是念叨活呢？活来了，走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哥，我有事。你有是什么事儿？你都闲的都念咒语了，出发。不是，我想事儿呢，我真有事儿。你换个车啊，哥。我往这一坐，你不拉我去就是拒载，我投诉你。我真有事儿，哥，我身份证让人拿走了，人也找不着了。我怀疑可能是被绑架了，所以我得赶紧想办法。谢谢哥。绑架了？你快跟我说说怎么回事？你是公安？好眼力！公安一直是我的梦想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，我警校没考上，现在是一保安。你走。可是职责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保一方平安。你这事儿你就跟我说，我真能帮你。不是你保安，你是这么回事啊？我昨天呢，我撞了一个宝马，那开车的是一女的，然后我就把身份证押给人家。但我现在急需要我的身份证回老家取包地款。但刚刚呢，我就看见有一个人开着宝马车，但这车开的不是那女的，所以我就怀疑可能是被绑架了。你怀疑的没毛病。那到底该咋办呢？啊，那你得先找这女的呀。难道不应该先报警吗？警察多忙啊！最重要的是。你不到24小时，人家也不给你立案。你说的对呀、啊，哥，不能报警啊。肯定不。那咋办呢？你有这女的电话没有？有啊，她不接呀、啊。有就行。出发。上哪儿啊？我带你去见一个狠人。走。这是我兄弟小吉。在东三省维修这一块号称全省最强，绰号东强，全称齐小宗。这么跟你们说吧，我的主业是修手机和电脑，不管坏啥样，只要拿给我肯定能修好。哎，那副业呢？副业就多了去了。你像这个违章查询、罚款缴费、开房记录、手机定位、 POS 机办理、门禁卡配对，我都会。兄弟挺厉害啊。你们能找着我，也很优秀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嗯，东三省这一块开车我没服过去，长白山车神那说的就是我呀。停，别吹牛逼了，说正事吧。齐老师，啊，我需要手机定位这个号。我跟你俩说啊，手机定位这个事儿非常的复杂。首先呢，我得通过非常规的技术手段侵入到这个手机，然后还要通过非常规的技术手段破解一系列的防火墙，上传卫星，最终才能定位成功。所以这个费用呢，相对要高一些。那得多少钱？正常价是820，毕竟熟人介绍，给800吧。看看多的折扣，800，你咋不去抢？抢是犯罪行为，违法的事我可不干。而且800贵吗？啊，你看你要找这人，宝马女，一看就是有钱人呐。你要把她找着了，不止回来800吗？不对，她要找着这个人，她得赔好几千呢。你要不知道，你别八百。那到底找不着？找，800就800。不是你干啥呀？掏钱呢？
你藏的挺真的，我以为你要掏枪呢。快点啊，着急。没问题。幺三八四四四四。齐老师，嗯，这得多长时间？完事了。啊？嗯，你不是要入侵手机、破解防火墙、连接卫星等一系列非常规操作吗？这么快？非常规的不是慢吗？你这次着急，我跟你用的是常规的。你看，就在这儿呢。真他妈专业，出发吧，咱们。不是，这玩意儿靠谱吗？什么话？这个给你。这啥呀？追踪器呀、啊。这不手机吗？现在是追踪器。专业。这是电池。齐老师，嗯，这线能短点不？可以啊，来。这回呢？好多了。这都是007退役的装备，赶紧出发吧。有什么吃的？先生，对不起，咱家已经打烊了，厨师已经下班了。吃什么呀？吃我自个儿点外卖。哥们儿，你说咱俩万一要是跟绑匪狭路相逢了，再万一绑匪他不是一个两个，又万一绑匪他手里有家伙事儿，不是你别吭哧瘪肚，你到底要说啥？我就是想说，咱们要不要先打个110，跟组织报备一下这个事儿？当然不要了，我昨天晚上我都没报警。哎，而且不是你说的吗？不到24小时不能立案，这叫浪费国家警力资源。况且呢，你不就是半拉警察吗？哎哎哎，给你翻了！你说的对，咱哥俩就是热血干探白夜追凶。什么追凶？白夜追凶网剧。我家没 WiFi。那太可惜了。我跟你说。我从小就有一个警察梦，所以我7岁开始起舞，练就了一身的好武功，轻功身如肥燕就不说了啊。尤其是面对案，尤其是大案，冷静很重要。就像白夜追凶里那女法医高亚男。吕小林演，知道吕小林吗？不知道啊。白他妈跟你唠了。一会儿就全靠我了啊！你就给我打辅助就行。我上去我就咔咔咔一顿连招，下前拳。
这白夜追凶，你真得扛。行，同志，一会儿都靠你了啊，行不行？咱俩赌一把。弄吧。哎，还多远？前面直行。先拿这卡上。姓名，转账需要这张卡的全名。哦，王小军。没电了。哎，哎，完犊子了，咋的了 ？GPRRS 上的红点没有了，那咋办呢？这回看出脑子是个好东西了吧？我记了个大概位置，那你指住我。那钱呢？没转完呢。前方路口又是一个直行。你可闭嘴吧，你这比划就行啊。看得懂哑语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从小方向感就特别好。我该啊？我没本儿。慢点，我。好像就是这儿，这玩意儿你别好像啊，那就是这儿。走，过去看看，确认一下。你说咱们不打110报备一下这事儿，他范说的吧？范什么说的？刚才不是你说的吗？热血警探，白夜追凶吗？要打你打，别提我。喂，110吗？啊，我现在有这么个情况，我跟一个叫大力的出租司机，我们，喂，没电了，拿你手机打。我手机打不了，我手机打不了110，110也他妈不收钱。这不是收不收钱的事儿，不是你说的吗？我辅助你，你上去咔咔咔咔一顿连招，你那劲儿呢？天意使然，下车就干，走。等一下，我可真不是怂啊，我是怕我出手太重，把他们都给打坏了。走，撒轮子。再找一看，我系个鞋带。你系啊？你这不一脚蹬，我哪来鞋带啊？我还以为我穿的军钩呢。真干嘛去？狙击步枪？我知道你是谁了。啥叫狙击步枪？秋哥。
我知道，不是你现在就要整两杆啊？这也没案子呀？什么两杆啊？你不是害怕吗？给你防身。骂人？我3岁咏春，5岁棍法，7岁轻功，就可以说是草上飞了。9岁行，这就够远了。决定，就这车，车牌换了，但那保险杆是我撞的，我认识。我操，这不是又漂亮又神秘吗？这是我们业主啊。走，把他车灯还用。你玩他妈雨刷器干什么呀？你也着急啊！手机充完电，我就给你转啊，16万都转给你。不用啊，你这16万根本就不够，凑不齐这90万，我这辈子都得在监狱里过了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死了。那我呢？不是，你别没想好啊，你别冲动。你再给我点时间，咱一块儿想办法。我还有钱，我现在平台还是有钱的，但是我们提现要有额度，我现在还可以提3万块钱，我全都取来给你，我转给你，然后你放我走行。你别再傻了，我要的是90万，现在凑不齐90万，所以我放不了你。救命啊！没有人能救你，你根本就跑不出去。咱们金工跟谁学的？我姥爷，我刚才话没说完，9岁的时候，一场无情的大病，让我武功尽失了。嘘，小点声。你钥匙能扔一边吗？钥匙能扔吗？这是业主对我的信任。那把你信任兜着点儿。我身份证破案了，说不定真是绑架啊。对，不然不会扔身份证的。我想看看他是不是安全，你上外面等我。别扯犊子，要去一块儿去，那是我业主。明白了，牛逼。哎呦我，哎呀我去，你怎么？哎！没想到还真让我破案了。你是来救我的吗？我是来找我身份证的，而且我已经找着了。那你咋还不走啊？我这不是还没还你钱呢吗？现在要钱还有什么用啊？我要早知道还你钱这么恐怖，我就不还了。这就是命吧。没事，我救你出去。你都这样了，你怎么救我出去啊？我陈大力，说到做到。那你小心点啊，陈大力。嘘。聊的。
这里呢？我就是她男朋友，有本事冲我来呀！我最讨厌别人骗了。我没骗你，他不是我男朋友，你放他走吧，他跟我没关系。想什么呢？谁都走不了，包括我。有本事冲我来呀！冲我来呀！欺负一个女孩算什么本事？冲我来呀！你少说两句，陈大力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快想走了吧！有本事把我松开，咱俩碰一下！你干嘛不放他走啊？啊！开门！快点！开门！开门！快点！大力呢？没人。跟我装什么玩意儿？他车上我装了 GPS， 车就在门口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龙哥！救我！我在这儿，龙哥！我，冲我来，把我放开，别动他。别动他！啊！啊！去你的！你没事吧？快起来！一起走！别管我了！一起来的，一起走！真他妈燃！燃！啊！你还是先他妈走吧，快！先救人！哎，你这干什么去啊？你是业主，我是保安，交给我了。站好！野牛耕地，肾刚强，难上打架，最难挡，唯有圈穿，成市令，四平便是，领四粮，耶、yeah! yeah! ！滚，小白，臭水晶吧你！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一起走啊！你先去看他怎么样。醒醒！胜利了吗？胜利了！没事吧，哥们儿？走。
水。啊！快走，去报警！老娃子，你今天咋没回来呢？你三婶给你杀只老母鸡呢。三叔啊，今天有事耽搁了，明儿一定回啊。好啊，明儿一准回啊。这老母鸡挺好吃，你说这白瞎。不对，三叔，先不跟你说了啊。我就知道开车的不是你，放心吧，我肯定把他追回来。放心，你小心一点。
伤的怎么样了？伤的挺好，但是配合调查没问题。GPS 呢？一个复制门卡的小子给弄的，这玩意儿不犯法吧？自己用不犯法。其实我还挺知法守法的，但是 GPS 法这块还没学，我回去抓紧学。对对对，我龙哥学法这块贼快。党经理，我别打架，毛玩。当时那种情况根本就来不及反应，一切都是看本能。对面是什么？冷血是杀手，开出租那小子都尿裤子了。关键时刻还得看我，但光靠我这一身武功能行吗？还得是沉着冷静。于是乎，我就想起了一部网剧《白夜追凶》，里面那个女法医，她就很冷静，吕小林演的。看过《白夜追凶》吗？啊！马小军，女主播已经把你的情况反映给了她的直播平台，直播平台也愿意配合我们公安机关把你误刷的钱款退回。现在说说你的情况吧。感谢政府，我伏法。姓名？齐小松。职业？主业就是修手机和电脑。副业呢？没有副业。你有违章查询、罚款缴费、开房记录、手机定位、POS 机办理、门禁卡配对，你都会。我认罪。哎，好，白之兄我看了，和小白一起看。不知道。我俩都觉得挺好看。我最近已经很久不看电视剧了。我正看书呢，准备考个福建。可以啊，我支持你。这球你咋解释啊？大力出奇迹的。